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 Bounty Creek， 这边是405号露营地，隐私性非常非常的好，你都看不到旁边的邻居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搭帐篷啦。你被咬了，脸上。是，我是被咬。你去喷一下脸。你是跟我脸。好大个脚啊，我要往旁边一扒拉就好了，用手一扒拉。我希望我们搭完帐篷之后来场暴雨给我们爽爽。穿好了，成了。哎呀，好闷热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喝水？那可不是。Cheers。Cheers。不错。设计，它其实是用微波炉做的。哎，我那个慢一点。重新演一次，重新。这个是自热米饭，这个叫 Head Bun。直接蘸料还是说？直接蘸料也可以，就这个就是我准备好的，可以直接蘸料。哎，你们先吃。粉丝先吃。还是融合火候好。好嫩。他们那个五花牛肉挺好吃的。比上次好吃。那这个海边住哪？这个是可以吃的，是吧？这个五花肉，爽，有点健康，掉了。
好热啊，今天一大早就做了一个有氧运动。那我身后呢就是 Bronte Creek 的 Trail， 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骑自行车或者是徒步的。如果大家想要在 Day Use 那边骑自行车呢，我们推荐大家把车子停到 Parking Lot A， 然后一路骑行骑到 Parking Lot F， 你就会发现 Farm。我们这周末来 Bronte Creek 呢，是因为它离我们家非常近。我觉得像这种离 GTA 比较近的露营公园呢，是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的时候来过来 enjoy 一下的，因为车程不是很远，完全没有什么负担。如果说晚上睡得不是很舒服的话，完全可以一脚油门回家的。那让我们 enjoy 一下这个天然氧吧吧。朋友们不要笑话我，我可是去年才学的自行车哟。